有一点紧张，虽然说不是一个很大的计划，但是也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情，很少而且不容易。他常常把我看透，就是我有什么计划，一下就被他抓到。我要离开的时候的一个送别会，他第一次参加那个聚会。那我身上带着就是棒球的东西，那他刚好也有在看，那他就跟我交谈。那之后我们也一直讨论棒球，讨论到后面之后，甚至就是一起去看棒球，那这样子慢慢熟识的。他很可爱，那他很贴心，那他也很聪明。就是我们的猫丁丁跟东东，他们在结扎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两只同时，加上我们两个又是新手，所以我们就去特力屋买了铁架、网子，做了笼子，然后还去做他们的衣服，帮他们就是照顾了很久，然后又很每天都在很伤脑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。Love that will never need to hide. Love will always rise above. Whatever comes, we will be just fine. If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, take my hand and let's fly away to another galaxy. Hold me close, I want to feel your love. Together we are freeJust be with me. Just be with me. 说你现在心情？现在肚子在翻滚。会不会用啊？比嘎，是时候要完成答应你的事情了。我把眼镜拿下。谢谢你，在我快要坏掉的时候，把我从床脚拉出来。然后也谢谢你加入我的生活，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。谢谢你对我付出的喜怒哀乐，跟谢谢你的爱。再几天。就要30岁了，就要变成真大叔了。希望可以在那之前给你一个承诺，希望可以和你一起生活，和你一起走遍全世界，希望可以带你回家。它上面没有钻石，但是它上面有丁丁的手，还有东东的手，然后这是我的手。你愿不愿意让这三只手握着你？用他们的一辈子，在你往后的人生陪你一直走下去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吗？愿意。可是错手了。没关系。哪有这个关系啊？嗯？谢谢你。本，然后拍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，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聚会的照片。哦，这张我没有留着。就是我们去那个看球的那个球赛的门票，然后我们就去欧洲玩了，是吧？啊，巴黎。你骗我！你说你都在睡觉。对，好骗。我很辛苦哎、欸。他没看我、啊。为什么不看我？好、啊。好痛啊！动量太大了。
动了。谢谢你。谢谢，我爱你。干嘛？挖了半天，整人他成功。你知道我一辈子做不到这个吗？应该是做不到吧。觉得很像被反击拳打了一拳，就是我松懈下来，然后就突然拿出那个，就觉得我爱死他了。我现在只想要有一个我们的自己的家，就是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。其实我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只要就是可以跟他在一起，这样就好。